廉颇新旧造型的 3D 视角对比，你们觉得哪款造型更好看呢？这是新造型的廉颇，身材健硕，不是人人都有个苦逼的身世，走起路来也很灵活，并且还会时不时的做手碰手的动作。名不其实的力量，突破天际。当廉颇身体发红的时候，盾牌还会冒火呢。二技能动作是用手砸的。哼，真的，不是人人都有个苦逼的身世。大招会拉伸视角，最后一下还原了正常的视角。接着来看旧版廉颇的 3D 视角。这就是旧版廉颇的 3D 视角了。是不是有种矮胖搓的感觉呢？年龄看上去也显老，背后看起来一身的赘肉。腿短走路看起来挺卖萌的。侧面看旧版廉颇走路是不是更好玩呢？旧版廉颇二技能动作是这样的，大招没有镜头拉伸效果，看起来一般般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 3D 视角下是新版廉颇造型好看，还是旧版廉颇造型好看呢？